请你们看他的影片，真的很赞，可以同时可以学台湾的东西，还可以学日文的东西，超赞，记得要看。多多，好的，谢谢你们观看，再见，拜拜。YouTuber right， YouTuber 生活，走吧，走吧。我觉得很好笑，哈哈，你们，因为你们都知道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甜点，所以巧克力，哇，我觉得好可爱。非常好，觉得台湾的食物、台湾的饮料都比较好喝、比较好吃，为什么呢？怎么可能？美国的食物真的不太好。要记得按赞，然后要按订阅。